高桥、休息一下，把我们的食物分给他们吃。はい。太君，要给您弄点吃的吧。この日ます。専門煙がありますそうか。 出発！跟紧点，快快快快快！我们已经进入了老旧山，同志们分两部分，寻找山洞，天黑之前一定要找到他们。是。你们几个跟我来。 应该走的没有多远，给我追！Go go！ 要走一起走，要留一起留。这回累大家了，我肚子疼。别说了，要不咱们找个地儿歇一会儿。不行，这样走走停停不是办法。你们听我的，你们先走，我在这等你们。警官，你听我说，这连个隐蔽的地方都没有，再坚持一会儿，我们到前面找一个山洞什么的躲一躲。啊，走，快！鬼子追上来了！别！ 休息会儿吧，这儿有我们两个足够了。我不累，你们俩辛苦了。没事，我出去看看。好吧，注意安全。 没错，队长没错，这里确实是老旧山。虽然不知道他们在哪个山洞，
再按照林城雷的方向，他们应该会走这条路线。继续找，李队长，李队长，你们终于来了！哎呀，可找到你们了，朱政委呢？在山洞里面呢，快跟我走！啊，快快快！林木霞同志，你啊带着队伍一起回总部吧，我带人去跟二番队会合，沿路再接应下其他的同志。好，你放心吧，我们走了。走，快都加快点速度。我知道你们已经没有子弹了，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。我答应你们，只要你们投降，我一定不杀你们，还会在临城好好款待你们。你们听我说，那空天不是要人吗？我去把手榴弹给我留下。别说这些没用的，不就是死吗？大不了冲出去跟他们同归于尽。瞎说什么呢？能活一个是一个，活着还能报仇，别做无谓的牺牲。你们走了，我留下了，不是还能回来救我吗？听我说，还没到绝望的时候呢，咱们不是还有弹药吗？杀一个赚一个。都别站了，听我说一句，小乔，你带着吉刚和其他同志先撤，我把大刀留下。不行，要留一起留。对，要留一起留。通吉刚，我谅你是条汉子，我很欣赏你。如果你们再不投降，你们全都会死在这里。你是一个优秀的军人，只要你肯归顺我，我保证一定会让你享受到一个军人的荣耀。我的齐刚大兄弟，通天太君说的对，你好好想想啊。你看你们现在都被包围了，没处可逃了。我的大兄弟，赶紧出来投降吧，活命要紧呢，兄弟。你们听我的吧，我去投降，你们快走。说什么呢？投降这两个字就不该从我们嘴里说出来。动作快点，加快速度。老虎崖那边转过来的，走，加快速度。锦城支队的大队长李铁柱，我们是来接应你们的。那政委他们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赶快走。好，走，快，来，来，快，走，走，走。